可能。我问这个。
先假装你聊。OK， 好。假装聊一下天啊！大家，邱大哥来拍照，耶、嗯！他不理我啊，没关系。我先发个，你又拍一个来宾臭拽的概念，然后你的图文集就写来宾很拽，主持人一个人在那边自嗨。看一下啊！真的不要理我哎、欸，你先等一下。等下我就转发，很尴尬。又没关系，等一下。邱大哥，等一下就要把图PO上去了。好。忙哎、欸，他才拍你的照片哎、欸，可是我拷贝的，真的耶，这很偷懒哎，还要用 copy 的，你是他本人啊？天哪、啊，剩下15秒就要进现场了耶，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自己聊天哎、欸，嗯，他完全没有兴奋的感他还在忙哎、欸，然后他都不知道已经开始了，哎、欸，开始了耶，开始了。对啊，安安大明星，欢迎今天的安安大明星是孙清月先生。大家好，我是孙清月。耶、yeah, ，好，好，你好，你好，耶、yeah, ，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一定要的啊。我的第一本个人写真书是是的，真的。那所以以前曾经跟别人一起出过写真书吗？也没有，那就是就个人，对啊，没有就问一下，因为你说个人嘛，我想那以前有团体，有出过 EP， 但没有出过写真、啊。我知道，我知道，有出过 EP 啊，然后还蛮畅销的，就是现在都买不到了，现在买不到了，就是绝版，绝版，绝版。天哪，你的东西很容易绝版呢。对，如果现在不买这本写真书，也快要绝版了。绝版了 对, 对啊，听说那个预售的状态还蛮好，然后昨天是正式的上市，正式第一天发行，真的，然后手上拿到那个。自己的心血结其实我还没有仔细的看呢，因为我是下午刚刚才拿到。真的吗？然后马上就过来。为什么昨天出版社没有先寄给你？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我其实自己也有预购，但我自己还没收到。自己为什么要自己去冲销量？为什么要这样？没有，我就买个一本这样，一两本。买一本，自己的书自己才买一本，应该买至少买个两本。两本，你有一本要送我啊？对啊，有，我现在送你。有，你买那一本，然后是送我的。是，可是那仙女也要有一本啊，那你要买两三本。我会再去买。哦，还要再去买？对，就会一起买。天哪，出版社真的对你真的很严苛哎、欸，他都要叫你自己买，所以公关书都送给妈妈 了。公关书数量并没有很多了。我知道，大家都被你妈拿去送朋友了吧。没有，就是我们大家这样送一送送一送。公司老板啊，师姐啊，所以哎、欸，那林依晨也有一本吗？他们都有自己去买、欸啊、他们都有自己。现在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没有去买，就不是你朋友吗？是那个意思吗？是啊，没有，师姐有说她会去帮忙。有啦有啦，你们是一个有爱的家庭，所以那个在那个公司里面，应该大家都对你非常的支持。孙清月是一个很可爱的朋友，然后你要不要收下这本书？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让他先，因为拿过来我就没有要还你啦，所以我现在是让你好好推荐一下自己的那个，而且今天就当着你看，我们把声音都放送出来，这旁边都是三立新闻网的记者啊，跟这边都是那个、就是我们特别的那个小编。然后在过去那边就是你最也很熟悉的 Vido 的朋友，你在这边三立就像你的家一样，然后今天你看你出书了，然后邀请他们多多帮忙这样子，是对不对？所以你要好好的先推荐一下，你看大家都没有要理我们，你看大家都各自在做这件事情是是那种感觉，要先谢谢啊新闻网跟那个 Vido， 对，大家辛苦咯，大家吃晚餐了吗？六点咯。你是没有看到他们在上班吗？你让他们去吃晚餐，你叫那些主管情何以堪？是不是？你是真情之家演得太有情了，然后现在就在这边。大家好，我是孙清月，大家辛苦了，一直以来谢谢各位的照顾。你看那边有人在跟你挥手，然后你再看这边，哎、欸，这里啊， Hi. 这里，这里 ，Hello。对，所以大家真的很热情，你看是不是？那你需要美少女团队给你的鼓励吗？他们一直都给我鼓励啊，没有是说拍手的那一种，掌声鼓励那一种。蛮喜欢，蛮喜欢。你真的不要吗？他们先不要就算了、啊，我们不要我们就不要送你啊！大家这么熟了，你都这么客气。你看邱大哥人这么好，到现在还蹲在那帮你拍照。大哥要不要椅子？你他真的很解，他问说你要不要椅子，你不能先说谢谢吗？大哥，谢谢谢谢大哥，谢谢大哥。真的是很好玩。好啦，孙清月就是把他弄到那个囧囧的，然后他就会一发可爱。整个满出来这样出来，对啊，他是我们这边相当受到大家欢迎的腼腆美少男。我腼腆吗？你腼腆极了，是吗？是，好吧，我
而且他是腼腆据点王。我今天觉得，我今天从那个此刻开始的一个小时的那个跟你的聊天，要不断的补话，我怕大家会觉得不会啊。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下，而且我一个很真实的心情一定要说，就是我从刚刚叫他介绍他自己的书，他就把他放在沙发上，哎，没有在想说，没有要说，他真的太可爱了。你就是来就是觉得说大家都是你的家人，所以就会一直就是没有没有，因为在你旁边太放松了，真的。然后刚刚仙女也会好好帮你啊，那边是仙女跟仙女，仙女，嗯，他记得帮他发新闻哦。然后谢谢仙女，昨天，哎，你可以介绍了。我可以介绍了吗？当然，现在五分钟给你，然后好好介绍你自己的那个写真书，是，好吧？好，你不陪我吗？要啊，我会陪你，但是你自己讲话啊。Okay. 好的，我的第一本写真书发行了，然后 你重复了，哎，你不能有一些新的。先有个开头啊，就将在昨天，就是已经可以在就是实体店面。昨天是几月几号啊？12月。过到寒季不知年，你看看真的很辛苦。六号，今天六六号，12月5号已经在各大的实体贩售店已经可以买到了，对，然后在书店啊，网络上还是可以买，对。然后这本书其实大家看到我，其实通常都是之前都是演员嘛，还有歌手。那这本书所以这里面有别的角色，这本书是真真实实的我。哦，我以为是什么那个饲养员啊，因为他有去喂小鹿，然后我以为是什么那个厨师，他里面还在吃东西。我就想，还有他里面是一个刷牙王，是刷牙王，真的。这里面有很多刷牙平常很私密的我的照片，等一下我找一下。私密耶，你现在最私密的状态，现在就要翻给我们看，对不对？天哪！譬如说像刚起床，天哪，这样子。这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身材真的是不错，而且他自己在那个已经都对外公开他的有那个一个啊，来来来，刷牙网来了，还有在家里刷牙的。你刷牙会就是一直的看镜头，感觉真的很不错，清新呐、啊！你刚刚翻了几页的感觉，就是就算你就是衣服没有穿太多，是也有穿衣服的、啊，有穿衣服的。我当然知道，这整本如果都没有穿衣服的话，其实也是蛮惊世骇俗的。对，像这个是在京都拍的，你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在这个国家的一个男孩。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非常的融入。应该说，没因为没有，其实因为他们的男生都很瘦。所以我最讨厌这两个字，然后你自己还挖洞给自己跳。不是我，你好瘦哦，然后他就说听到好瘦，他就想要扁人。我好开心啊！你怎么又开心了？不会啦，因为我刚刚看起来我在那边觉得自己好像走在路上并没有那么瘦了。因为路人、哦、为很多路人都比我瘦，很多路人比我瘦。明白明白。所以到了日本那个地方，而且衣服都有我的 size。哦，这很重要哎，而且穿上去是合身的，然后又不是最小的那个 size， 是对不对？没错，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自己在那里原来是一个 strong man 这样子，对，超壮了。我特别喜欢哪个造型，对不对？还有像这样穿着睡衣，然后在路上的穿睡衣走在路上这种事情，你竟然敢把它拍在写真书里面？所以饭店是刚好在这个照片的隔壁吗？因为其实我。没有没有，不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蛮邋遢，蛮随性。哪有邋遢、啊？有。你是一个很，你在我的认知当中，是一个连小细节都很讲究的男生。是吗？就是没有，但我不讲究我的打扮或者什么。其实我真的是一个会穿着睡衣或是就走在路上的人。有可能是这样，是这样的人。我认识的庆月是一个。小细节都不放过，对，你就是要完美，几乎要有这种状态、哦。你看，然后他自己又不感觉，然后你又不是处女座，对啊，我觉得我还好、欸，我觉得我没有到很满，很要求。现在如果把他乱到他衣服，他就会可能要先去整理五分钟以后才会回来。就对啊，然后那个今天很开心，就是可以用你自己。我们虽然经常在平台上会互动，然后你常在因为拍戏的关系会聊到公司这边，但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为你自己个人的一个全新的作品，然后透过安大明星这边来聊天。然后你是一个爱拍照的男生吗？
认真说，越来越不爱。是拍到这里面大概有多少照片？你有自己算过吗？其实里面很多，而且我们当初、啊、我们这本书真的非常物超所值，真的很厚。物超所值的意思是说，买一个人可以珍藏这么多照片，这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的，是这个意思。对，你看有照片可以看、哦，然后也有文字可以看，然后里面还有附送海报，有，而且还有很多彩蛋。彩蛋，像。彩蛋之一不就是你的签名海报而已吗？不是，这个海报的照片是每张都不一样吗？书里面没有的。哦，我以为是每张海报不一样。这你干嘛这样子？你要有点哇！哦，好，那你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我演。好，这个海报里面的照片是书里面没有的。哇，真的吗？真的。哇，好棒哦！是不是很彩蛋呢？而且都没有特别跟它有重复的造型啊。哇，好棒哦！就为了这张海报，所以这海报在哪里拍的？你还另外到韩国吗？还是到美国？海报也是在日本。哇，也是在日本嘞！怎么那么巧？真的好棒哦！你看，这海报是在另外日本的什么城市拍？我觉得导播应该要疯，导播也是你朋友，然后今天想要春心月发生什么事，应该是让人很开心的事。好啦，我真的觉得说昨天才正式的在实体通路上可以看到，所以预购的朋友应该慢慢都会收到那个庆月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一份分享的礼物。分享的礼物，对，因为而且这么多的照片，然后可以透过这本书帮你完整的做记录跟收藏，可见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应该比这个照片多出更多倍的。非常多，听说他们选照片的，像我经纪人、真的非常辛苦，他们选照片都开会开到半夜，几乎每天，因为太多照片了，不知道要删哪几张。那有你刚刚翻给我们那种，就是没有穿很多那个有没有选到的，然后是不小心拍到什么东西的吗？我自己说，我自己不小心拍到旁边有人走过去，什么不小心干嘛，自己那边偷笑什么东西。我自己那边也有一些照片私藏的，然后是上面没有的，有可能提供给我们在这边做一。到时候我也会公。到时候这件事情。对。哇塞，對到时候是什么？当做一个彩蛋嘛。真的吗？庆祝什么几万本，然后有一个别册吗？也有可能哦，什么东西都是不一定的嘛，感觉真的是很撩人呢、欸。然后在这种状态当中，就逼死大家一定要去把它，为了要看到这本别册。然后那个在那里，我喜欢的，你喜欢什么？我刚刚没有完整看完，但相对于你刚刚翻给我们看的那个，没有穿上衣的照片，我更喜欢后面你没穿上衣的牛仔裤的。哦，有，那个东西就跟我们认识的你比较不一样吗？对，真的会很不一样。那里面有一种性感，我在这里看到了孙庆月是一个性感的男生。这张没有感受，往前翻，不要看镜头，来帮你找。哦，这个，这就是有一种你在干嘛，然后被你家里的那个人偷拍的感觉。嗯，对，因为其实这本写真书就是呈现一种我在家里面。就一直在家里，所以刚刚在户外呢。哇，你家好大哦、喔！整个日本都是我的家的。我懂。天哪，我就说，我跟你说，就回到那个大家最当初认识你的时候，是看到一只手机的广告，对不对？然后那个应该是说我知道、欸，当然知道、啊，捞金鱼 是。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这是哪来的日本人啊？才知道说我原来是一个台湾的艺人，然后长得好有东洋味哦。那整个样子就是很没有违和感，然后日本人给大家的一种就是状态上来讲，就是很有礼貌的，然后可能很多的小细节上啊都会非常的重视，就跟你就是一模一样的人。是，所以就是你本人曾经在日本深造过吗？很久吗？可能是因为我从小都看日剧吧。你是怎么啊、哦？好，对不对？希望今天大家可以就是比较能够理解我们的对话之中，好像充满了火药。要不然我要讲什么？对，我就是。对。然后我们其实一直希望就是，庆月是一个很难就是在太一个人的状态下很放。哎，导播开始了，导播我要帮你放松。导播你喜欢这一张吗？谢谢导播，谢谢导播。在后面是一床被子，对，它后面是被子，只是一个枕头。它其实就是被子，然后把我包起来。被子把你包起来，包起来。那你现在是感觉哦，就是有就像个蛤蜊，然后我是蚌壳精，你真的跟我想的一样哎，好可怕！我真的觉得一个男明星愿意把一件棉被讲成是蚌壳，我个人觉得你也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那里面有一个完整包覆在，你是呈现一个，那会有老辈少这种，其他一些比较属于老辈少是什么？现在等于讲到庙会正头啦，就蚌壳精啊或什么这样子。孙庆月很可爱，他喜欢用一些无厘头的方式去诠释他自己对美感的想象。
是，然后他把自己其实真的蛮唯美的一本写真书，然后他希望透过一些没有唯美啦，哦对了，也是唯美，你整个从头就是懵懵打懵到尾啊，懵懵打，对，他其实就是我觉得蛮自在的、哎、我跟你讲那个封面这一张哦，真的是很有事哎、欸，真的这张很有事，有事为什么就有事，你怎么啦？我怎么了？你在干嘛？我在看镜头啊，我在拍照。阿南，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你可以教我们大家怎么做出这个表情吗？我们可以拜托你吗？就是你说现在吗？啊，不然等民国几年？2018再来一次吗？好啊，我也可以。就出别册的时候。等一下，我看一下。没有，你不止，你这一张已经不止火力全开。那个，请看红色这一那个亮灯的这一期，没有，你还没有到那个，还没有到那个温度，这一张真的太可怕了。这张是怎样可怕？就是一整个惹人怜爱啊！惹人怜爱吗？对啊，不然你想干嘛？这旁边就是没有没有，这张整个赢他三倍，嗯，三倍以上，嗯，天哪，这个这张有多少张拍选出来的一张？我在问经纪人。还是就这一张哦，其实很多张啊，对啊，你这张的表情真的是太强大了，谢谢你。然后就在那个封面上，你说怎么会叫看到书的人不想把它带回去呢？是的，谢谢。所以看到的人赶快把它带回去，心机真的放很重，是，对啊。不过今天清月来哦，真的，他知道他自己聊天的时候比较容易显得干，所以他不会啊。我觉得我聊天好、啊，那我们就不要看影片啊。好啊，就来啊，好啊，要看影片、就是、有影片、啊，有啊。今天你们提供给我们一段很棒的影片，就是其实出到国外去工作嘛，那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而且公司也为你花了很多的预算，那所以他们其实还帮你做了一些工作中的记录、嗯，那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个哇，你在那个活蹦乱跳的样子。哎、欸，好啊，要看吗？好，要看，我一起看。你没有想看的意思？我没看过，没看过。你没看过？哦，好吧，请看。换电池，孙静月。嗯，嗨。现在为什么你要躲在柜子里面？因为这是小叮当睡觉的地方。哦，这是你的想法吗？是的。那摄影师现在要你做什么情境？嗯，就是在衣橱里面一边看书一边吃铜锣烧，就是小叮当平常的生活。然后等下会看到一只老鼠，然后我就会吓了一跳，然后我就跑去找了大熊，然后大熊在这个故事好像有点长啊，摆不出来，所以你现在就是在演一个宅男就对了。是的，哇，这边很多书，屁股下还有一本，背后还有一本，哦，好 ，Hello。梳妆再帮我闭起来。我当时在讲什么？温纳兹。像你再重讲一次，你可能也讲不出来。我讲不出来。不过你就是这种天生自然讲不出话的人。是。但是演戏就是很有两下子。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哎，干嘛这样？没有。不会啊。欸、我很容易，我很容易就是。是。比如说主持人在 cue 我一个什么东西之后，我就瞬间。不知道讲什么，我知道啊，你就是会提供给我们一个温暖的据点，对，温暖的据点。然后我们就想说，天啊，我到底要不要打扰他？就是这个话题，跟你聊天，我觉得我还蛮放松。就反正我都会跟你那边乱拉稀啊。我们今天是来一个哈拉哈拉的概念，是。然后在哈拉当中，就是要把你那个新书介绍出去。刚刚那个清月，对，刚刚那个是在日本的，对，在日本。然后你们是特别去找了一个这样的场地，那是一个。他是一个住家，是别人的住家。对，然后他是一个住家，他类似他是有个院庭院的、哦，对，然后很大。有一些都好像真的是很木造的感觉。对，然后他里面他们的客厅，然后也有很多摆饰。然后他们那个主人很好笑，怎么了？因为
他妈的朋友吗？不是不是不是，他们的主人就是他们说里面东西都可以随便我们拍。哦，怎么那么好？对，然后呢，他一直因为客厅有一个非常大的玻璃柜，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然后武士头盔。看起来就很像他们的传家之宝，然后他们一直说，你们就把它拿起来拍，拿起来拍。那你有拍吗？不敢，没有人敢。那这些，等一下，你刚刚这一个场景的，是这件衣服，不是？那这是刚刚那件内裤的上衣吗？对啊，所以它是睡衣哦。它是睡衣，然后你真的很随性哎。是啊，我很随性。刚刚的场景是，可是那套睡衣是在日本买的哦。我刚我又看到一张好可爱的照片，等一下啦。我会嘟嘴嘞！哦，这张好，你看一下。啊，哦，会哦，很会啊，超会的。来，男人啊，借我一支牙刷。好，这个就是最可爱的样子。是吗？是我最可爱的样子。在我认识的你的当中的某个可爱，就是很像这个样子。其实就是戴上，你有近视吗？我有近视。所以这只是真的自己的眼镜。是真的我的眼镜。所以你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把很多自己随身的、贴身的，然后平常其实因为在表演的时候可能都是这样素素的嘛，脸上也不会特别有其他的。那眼镜是我们 Forever 代言的。对，然后还有师姐一起代言的牌子，那他们这次也帮助我们蛮多的，对，有提供眼镜。我相信这里面就是造型，不要说百变，但是就是看得出来，就是各方提供给你的就是很多的帮忙。是的，不然一下子要筹找这么多的人。来了，对，刚刚拍摄的照片，这文字是你写的吗？我写什么？我当然知道你一定忘记你写什么。哦，对，想当然而。玩捉迷藏的时候，往往我都会躲在衣橱里或是床底下。我想我上辈子应该是一只猫吧。你只认为你上辈子是一只猫？对啊，有可能。我很喜欢猫啊。哦，你喜欢猫耶。所以你在这次那个海报上也有画猫。你自己也很喜欢猫，你叫我刚刚画了那么多只猫。我告诉你，我这只是一个任性，就是因为跟大家讲说我有画了五只猫哦，那你们如果有拿到我的海报啊，记得拍给我看哦。那你不是有1000张而已吗？1000张。对啊，那1/1000，那我就跟孙清月说，那我要5只，因为我不可能去找到5张啊，所以我直接要5只。结果孙清月人真的很好，借他们看啊，他画6只给我，人超好的。而且我要跟他说，我的5只猫要呈现一个是的奥运的那个5环的状态，结果他就把它挤在一起。你看他的5只猫这样像画吗？下面还有一只大的。但是底下这只就是你画给大家的小麦吗？没有，小麦再可爱一点。那为什么我的猫比较不可爱？这个，他喜欢挖洞给自己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艺人。我常常在他身上就是跟他对话，然后大家观众永远会觉得，好可爱哦，就是很有一些特别的趣味，都是因为他自己造成。我明明就你怎样很好聊，还蛮好聊的啊，就蛮容易就据点啊，就是很容易开心的话题。没有了，只要我们准备有300张的题库的时候，就是可以跟你聊到天荒地老。我给大家看一些比较，但是自己又岔开一个话题他又有没有想要跟我对上频道的感觉？像有这种也是比较，我觉得我也蛮喜欢的。这就像李静琴啊。这哪是李静琴啊？就是现代版李静琴，活到2017就会长穿这个衣服啊。是吗？不然你叫他穿越过来，像这样子，对啊，就是在日本的。我先帮你打到给张力阳好了，让他去帮你穿越一下。在日本的街头这样。你喜欢日本的街头还是？晚上的街头，我觉得别有一番风味。而且你看那个过马路啊，就这张，然后过马路啊，其实他在拍的时候是非常好笑的，真的是照没有照片很好看，对。但是我们在拍的时候是，我们都几乎都是。摄影师先到那个马路对面，马路对面，对，然后我们就叫你543了，然后就走起，对，然后就开始，然后走一边走，要么就是他跟在我后面，然后我们就一边走，然后我有时候还要倒退，或是倒退，哦，用八股的方式，我是八股方式，所以我是八股在退马路。你会讲日文吗？在日本那边，简单的一点点，真的假的？那好，此刻开始你就用日文来跟我们对话吧。嗨，あの、今日天気ちょっと寒いね。哦，嗨，今天天气北拜，没有，我说今天天气有点冷。哦，今天天气冷跟北拜又没有不对，又没有违和，是有人喜欢天凉。你说的都对，我真的觉得我这样好像显得我在这边都对你产生了很那个大的那些特别的威胁。我们先关心一下大家关心的事情，就是你特别提供这张照片给我们，后面这些是拍照的时候
他们就是主动靠上来，还是你只是真的在街上采风？我们花了非常多的钱，就请了大批的灵眼，这样。这句一定是假。没有啦，刚好遇到下课的时候。我们在京都拍摄的时候。是上课的时候。下课应该是下课。所以你到了一个小学的外面。没有，我们在京都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观光的地方，它可以给你拍照。啊，这是，但这是。真的没有，他们刚好在很远的地方过来，然后我们就刚好在那边拍照、哦。然后小朋友就是刚好成群对，然后他们对我们就说可以、欸、可以过可以过，对，然后他们就真的就这样子。但我还是站在中间拍，就是人行立牌的概念，然后他们就往两侧这样子，两侧这样子，对，尤其还在看摩西劈开红海这样子，然后你就这样啪，然后人流就分从你两边过去，这也是要呈现的是万民永戴吗？那他是什么？万民永戴就是呈现说你就是人气高涨，并且得批那个所有的那个。谢谢江哥。没有，然后我要讲，然后后来他们里面还有学生跟踪我们。真的假的？对啊。所以你讲的高中女生就是他们吗？没有，有他们，然后也有高中女生。哦。为什么要跟踪你？就是要跟我们拍照这样。哦、oh, ，那你后来很好玩。后来有让他跟你拍吗？有啊，有拍。真的假的？你就在那边，所以现在在日本有某些民众的手里有跟你的合照。有跟我的合照，但你不知道我是谁。又没有关系，他们就这样。哦，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去关系嘛，我们就只有在奈良打扮。这个大概30分。好烂哦、喔。好啦，跟你讲话就是要这样冷冷的，然后才会不离开孙清月应该有的状态、嗯。然后导播觉得说他应该用一些 VCR 来辅助你今天在这个地方。不用啦，我很厉害的好不好？我知道啊，但导播想看啊，因为导播想要看你。他说他一直跟我说，哎、欸，有一支那个比较长的影片，然后后面有那个孙清月被那个小鹿吃屁股啊，真的、哦？是吗？我真的都没看过，被咬到哪边？我真的都没看过影片，还是咬到？嗯哼，来我们看一下影片。Hello，Hello， 你今天在哪里？我现在在奈良，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地方，现在风景非常漂亮，可以看一下。然后你会看到非常多的鹿，奈良就是很有名的嘛，大家来就是要看的。那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了，然后这一次来就是夏天，上一次是冬天，然后夏天来其实也蛮舒服的。这边的鹿其实都很可爱，你会买可以买那个鲜贝给他吃，他们就会过来，就是过来跟你讨鲜贝，然后还会跟你点头，这样就是跟你要鲜贝，非常可爱。但这边的鹿其实都蛮怕人的，但不过呢，就是今天就是来这边奈良拍摄写真嘛，其实有一位特别来宾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对，就是新迁入我们经纪公司周子娱乐的。Mr. Deer， 对他今天跟我真的非常合作，拍了非常多的作品。对，来大家介绍一下，我来跟大家引导一下。他引导，你要引导我们去哪里？那只鹿。啊、哦，真的吗？ Hi. 对。这是真，他是真的鹿吗？是。他是真的鹿。他跟我今天是非常多合作了非常多的照片，对，真的。所以后来他有名，跟我默契是非常好的。对，我看你们两个好像感情很不错哎，其实都。他比较稳哇，非常的不怕人。对，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这真的是你耶，只有你会对着一只鹿，然后跟他讲说你有什么要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你，他是一只猫，你也会这样。哎、欸，其实我这样在看我自己，真的是。那你们刚刚一起，如果我主持节目的话，是不是？不一定哦，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哎、欸，搞不好你是另一种风格。当然啦，就是喜欢你的人就会很喜欢。我们只知道在这里面知道那个女生不断的在问你话，真的很重要。她真的是你辛苦的经纪人，很辛苦经纪人。我要拍你影片，她那个话就比我还要多。你知道他帮我拍影片，他还要帮我想话题。他人就是他很辛苦，他很辛苦啊！他自己在那边想说：“是不是你在干嘛、啊？”对不对？好，你看你真的是锲而不舍的，一定要跟那只鹿引出一段人话来。这真的是你人生当中很特别的一种奇思异想。就是有那你到最后到底有没有给他一个名字？要来看一看这边，你想要跟他举什么？我没有想法，他跟你相处比较久啊。你对他应该相对是比较有感情。期待一下写真集的成果会有一些。那你有想要送他一本吗？都觉得蛮，但没有他看不懂，他吃掉好不好？你都说他这样他看不懂，那你刚才叫他跟我们说有什么要跟我们？他会吃掉。那你就用环保材质，或吃的不会有事啊？那不行，那个太多墨彩了。这应该没有，这雷射的。但也是彩色的啊，是彩印的不行啊。
你就买一些食物去送他，谢谢他的帮忙。拍摄了很多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作品。你看我们一直在你讲话的时候搭上话来，现在网络上的观众在说你们到底要吵什么？他要不要让我们听孙倩月讲话？有，我们要让他听啊。对，因为孙倩月讲话，我们如果没有补话的话，就很担心大家离开。没有，因为我金姐真的很辛苦，她还特别帮我在拍摄的时候录了非常多影片。哎呦，你跟两只小鹿在干嘛？一起吃双麒麟哦。是，你真的很会耶！这次帮你拍摄的就是国内很知名的摄影师，那是三角，对不对？三角先生。是，他真的很会耶！他在近期拍摄人像的作品真的好强大哦。对，他会把每个人真的，我们说一句，有时候会把人拍成有点像。在他那个相机下的每个人都活灵活现，有自己的，他会，而且他真的会捕捉到你风格。所以刚刚你的封面这个啊，他不知道等了多久。没有啦，这一卡拍超快的。这一卡他很会选你照片，而且他还会，他还会帮你摆出最适当的头的角度。那是我自己摆的，就你摆的刚好他要的，你这个人真的很难沟通。好啦，你主持好了，你访问我好了。好，最近过怎么样 ？OK 啊，就等今天你的通告，然后他们敲到的时候就说好开心哦，庆月终于可以单独来跟我聊天。是哦，那你现在心情如何？心急如焚啊，就担心今天没有办法好好帮你把书介绍给大家。可以啊，没有问题。白白浪费了一个小时。不会，我觉得你担心太多。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蛮多精彩的话。哪有啊？我好担心他们，就想要听你们怎么哈啦哈啦。你们到底要不要给我们看一些写真书内容？有啊，有真的有让大家 看、啊。我们是好想让你这本书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真的是我们今天把你请来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想法。然后因为清月就是一个很腼腆客气的人，所以他永远都不知道把怎么都不知道怎么用比较夸张的方式把自己的好告诉别人，这样要用夸张的方式，也不是夸张啦，就是你都会很客气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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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有有有有有，但只是有有有有有，一个人开了 Instagram， 然后六天不更新，我也不懂他在干什么，然后跟他更新完之后又很久以后就才更新，就是不好意思，这位先生，你看那个公众的平台是。就是告诉大家你有个账号这样子，还是你其实好了，我会更新的，还是你其实是林依晨的管理员，还是什么样？你是开一个当管理员的？好啊，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们来介绍一下刚刚跟他内裤同款式的上衣。上衣是，然后这个是很少有一个人愿意把内裤跟外衣穿成同样一个样子。这是搭公车，所以你是买一块布去裁剪量身定做吗？没有，它是一套的。我跟你讲，你这张照片我必须要告诉刘以豪，就是刘以豪之前拍华流也有一个长得很像的这个卡。真的吗？真的啊，就是以豪那个，你们在日本搭公车很爱拉那个拉环。好像都会这样啊，你搭公车不拉拉环的吗？哦，所以你搭公车都要训练自己的平衡感，就是手要放后面这样。然后认真的哎，就是在那边，然后因为有时候想要滑手，死都不拉，没有到死都不拉，就是可能就找个地方靠，然后真的要刹车的时候，快要靠站的时候，还是要等拉一下。你搭捷运你会拉拉环吗？我以前学生的时候会故意不拉。那是你故意要耍帅，你要扑到谁身上？不是，就会觉得我一定可以撑住这样。你是跟别人在玩那什么？特别的那个，但很危险，就是 PK 的游戏吧。但没有要模仿，我是说在，因为现在就是反正台北市的那个街道上有限速嘛，所以其实那个公车的行进间的状态，某些时候是很稳定的。可是我觉得公车还是舒服的，还是很晃哎。坐捷运坐惯了，那是因为马路公车就马路那个马路的那个平整的状态，你在捷运上面应该就很容易的可以这个舒服的在那边看书啊，然后帮你从这一站再到下一站。所以刚刚那一站你要坐去哪里？你那张照片，我们就去好像去鸭川吧。鸭川，嗯，是你有去过吗？我没有，我只去过一次日本哎。去哪里？去工作。去爱上，我说去哪里？去东京啊，就去爱上哥们的那个见面会啊，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喜字野那个附近，我也没有搭什么车去哪里，就都跟着团进团出这样子，然后吃东西就跟着他们就带我去哪里就去哪里这样子，因为我也不会讲日文。然后这个是你很爱拍公车哎，对，是电车哦，这电车对，就是有一种我在日本其实你搭的电车那天刚好没有人了，我有去搭电车哎，超满的，我还故意选下班时间，所以你包车哦，哇塞，砸重本，真的，我就觉得公司真的没有了，刚好没有人啊，我们其实几点啊？这一次差不多下午的时候吧。哦，那因为日本的那个交通，就上班族也是真的人来人往非常的多，然后那个大家也都会。
欸，那个他们还那个当时我去的时候，他们还特别带我去感受那个塞车的时候的状况，他就可以感受的，真的比那个我们台北的那个捷运啊，上下班人潮真的是多好 多，然后大家这样行色匆忙，叭叭叭叭叭，那走路真的是用飞快的速度。你在那边有感受到这种当地的生活吗？还是你是特别去那里让自己呈现的是比较悠闲的样子？其实这本书我们在住的地方，然后整个周遭的环境是悠闲的，真的，真的是悠闲的。所以其实拍摄出来的那些呈现的都是舒服的感觉。看一下旁边我们住的地方。好啊，像这样的街道啊。网络上有人问什么问题吗？嘉达哥刚刚一直在跟我说，有人在问说你什么时候有签书会，我就知道大家最爱问的就这个，会办签书会？会办，12月17号下午1点在美丽华。哦，确定有这个时间？是的，12月17号下午。在美丽华，在美丽华，哦，大家一起来玩，真的吗？大家都可以去玩吗？大家都可以来玩，拜托，揪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玩，亲们一定要来玩。12月17号，就台北唯一一场，还是全台唯一？目前先这一场，然后之后会。最近如果那个比较有空，我要帮中南部的朋友争取啊，他们都很希望看到你们。是啊，帮你带我去嘛，我也想要出去玩。他不要。好。我跟公司争取一下，争取。对，他们说，哦，我就一定要陪孙欣怡到处去那个游山玩水。大哥要有人问什么？对啊。哦。什么？我们这边有一首主题曲啦，就来的人都希望他们可以唱一句。天哪，他们现在有人这么关心我们，是魏如云自己问的吗？哦，不是，就来的来宾，我们都会请他唱《听见下雨的声音》。为什么要唱？没有为什么，就只是一个，就是后来慢慢成为这里大家想象喜欢的一种，共同创造的那个明星的礼物，就是来，因为加拿哥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就是，哎，他又没来哎，就是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主管，然后就莫名其妙，好像是佳佳来唱歌还是谁来唱歌，然后他就点歌。哦，戴爱玲来唱歌，然后他就从他点听见下雨的声音，那从那天前后刚好我们都刚好不小心都有 cue 到人家唱这首歌，只要会唱那一句就好，你有我们这荣幸，请你开金嗓唱，什么？只要那一句啊，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就这样。哎，对，你看有没有？你有没有听到？这是事实，是，这是安根大明星。如果对想要听更多的话，可以来我的。签书会，搞不好我会开口唱歌。唱整首吗？对，我真的帮你做了一件很特别的。是的，因为到时候也会有一些活动游戏，会跟就是大家可以互动，然后一定要去买，赶快大家来买，然后来我的签书会一起玩。他终于醒了，干嘛？我从第一分钟你进来就让你讲这句话，你终于在我们节目进行到了40分钟左右，告诉大家记得来买你的写真书，就要买啊，一定要买啊。是啊，是你现在整个醒过来了哎，所以这首歌真的对你很重要。下一场雨之后，人整个都。被打醒了。那我刚刚没有叫大家来买吗？没有啊。是吗？真的啊，我把他说，哎，清月，我不是已经有讲说，就是已经可以开放实体店可以买了。有，你只有说开放买，你没有叫我们去买啊。大家这么，而且我要跟你说，清月来，我们先那个好好介绍一下自己的书，他就这样拿着，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开始聊天。他就是真的把自己当家，然后就想我要跟赵大哥担心说啊，清月来的时候都太客气，然后如果这里放茶水啊，他一定会就是整个一直在这边，然后帮他演示了一下他心里头那种想要比较那个不要那个那么的侵略性啊。为什么要放茶水？因为没有他想要让你舒服，那我就桌子拿开，所以清月来的不可以有桌子，但他会懒掉，他整个就在那边啊，给我赖在这种家里的感觉。清月是个很可爱的人，然后其实。他一直很认真在自己的工作上，那他会觉得说，哎，这个事情也当然希望有好的口碑帮他去传播，可是我会心里想说，这是自己的作品，所以其实心里应该 是啊，因为其实这本作品对我来讲很重要。酝酿了多久的时间？因为酝酿了一年多嘛。对，然后对啊，所以这过程当中，其实你应该是有很多想法的。对，因为这本书其实真的完完全代表我，它不只是因为整个在摄影中，其实我们跟三角是算是一个 team， 我们有一起玩出很多的照片，啊，里面很多照片也是我们自己玩出来的。所以刚刚他一直想要翻，但每一张都让你觉得就是想要一看再看，忽然叫他找几张出来，他也很难说要怎么样。而且你找的可能跟你们公司送给我们那些特别，就是在
出版之前，一定不一样嘛。你喜欢的跟好，我刚刚也用我们自己的角度跟你说，哎，我喜欢的，比方说你刚刚穿那个成套的西装，嗯，我刚才说，天哪，你真的也是个名模哎，其实你就是一个浓鲜合度的男生，脱下来的时候让人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也会想要说，哇，这男生的身材很好，然后没有穿上衣服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人看起来这么西装笔挺，然后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然后让人觉得舒服，是是，对，这就是你给我的感觉一直以来。然后虽然每次跟他讲话都知道自己一直补话，那我就想说他在就好啊，反正都出一张脸就好了。那你刚刚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根本都没看完啊。那你看了几张？那我先看一下，那我你先去跟我叫，我先叫别人来伺候你，然后我先看一下书。谁要伺候我？就今天你既然是一个写真书啊，我还是要再跟大家宣导一下好不好？要跟他玩游戏，他就来了，他就开始自己在那边帮自己在那边找。不是啊，因为这来人啊，没有，我先玩游戏，给我。我们没有玩游戏，我们这个事情是正正当当的，想要在这个地方重现拍照时候的样子，只是我们设定一些小小的主题哦。好啊，啊，我们知道庆月就是一直以来男生也喜欢你，女生也喜欢你，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要有男友视角，还要有女友视角这样子的概念。男友视角还有女友视角，嗯，对对对，好，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男记者，跟找了一个女记者上来跟你玩一下男友视角跟女友视角。好啊，大概是这样意思。那先请女记者，请先就摄影机的位置，然后他等一下会跟你对话。哎，那女记者装死，然后猫可把他请上来，一定要唱你的名，小瑶啊，上班喽，小瑶瑶，该你上班的时间到喽。嗨，是是是，嗨，你好啊，是是是，你要带他到那个摄影机前面去完成一下你需要的那个特殊的照片，然后跟他做一些对话聊天。那哥先把麦克风，对，我们那么熟了。哎，是，我个人觉得啊，今天组这个节目，他把记者 Q 上来，就是完全就是，麦克风借你，我先看一下书，然后去帮我，哎。你不用特别，我会给你另外的一支。好，然后你带他去那个地方，然后去玩那个女友视角。好，那，啊，你自己设定一些主题，反正你那么会。哇，对啊，好，啊，不要玩太久，大概三分钟就好了。三分钟很久哎，欸。我们班就两分半哦，那一支三十秒吗？你为什么都老是要给自己找台阶？一分钟。好，好，那四瑶，你把那个麦还清源，你拿哥的，哦，好的，这个借你。你没有麦嘞？我要看书啊。好。女友视角是。怎么玩？还是我们朋友视角？朋友视角还是小编视角？女友视角哈，就是你去躲在那边跟他对话，说静月，人家想要去哪边，然后说宝贝，人家要干嘛？不是这样子吗？啊，你不是每天都玩别人，然后今天叫你自己上来的时候都不会。你们这些人真的很特别耶，就采访别人的时候都好强大，喔，然后自己上来就是加入活动的时候，完全就是呈现一种害羞。好，那你去哦，喔，他已经做好了那个。就约他吃晚餐，然后就跟他说：“宝贝，六点多了，哎，好点饿哦。”然后你就开始说：“哦，宝贝，你饿了，哦，这样子。哦”好，为什么要自己演呢？就照这样演就好了吗？哦，宝贝，你饿了，哦，所以我要看镜头是不是？对，你对着他。Oh, OK， 他是我好 ，OK。Hello。宝贝，宝贝啦 ，Hello。嗯。是我。嗯，好。晚餐我吃啦，你肚子饿吗？有，让他说。那你要大声一点，那样我先帮你。好，你帮我来。我先讲，哎，欸，我要去看写真书，我等一下要推荐给人家。啊，好。哎，欸，六点了，哎，欸，宝贝。嗯，怎么了？嗯，什麼嗯啦，六点了，哎，欸，宝贝。哦，六点了，然后呢？啊，不止六点，六点四十五分了，来，宝贝。怎么了？你肚子饿了？啊，欢迎下一个宝贝来。宝贝，你声音怎么变男变女的？你感冒了吗？没有，喉咙有点痛。是，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那晚上要吃什么？还是要我哦，宝贝，我喉咙又痛了，宝贝，啊，你怎么声音又变男生了？对，宝贝，你今天晚上想要吃什么，宝贝？嗯，今天我想要吃火锅，好不好？不要，不要。嗯，那蛋炒饭。你都没有听出来声音变了吗，宝贝？嗯，还是我带你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哎呀，哪里？就是孙清月的签书会。我以为他要说孙清月的家。哦，真的吗？哎，欸，你人家都想要去你家，然后你说要去什么签书会就还没到，你是有事吗？今天十二月六号，哎，是几号？十六哦。十七，所以哦，要先去场刊哦。好啊，要跟大家讲，宝贝，我们十二月十七号一起去孙清月的签书会，好不好？嗯，
在大直美丽华吗？对，在大直美丽华，我们去完签书会还可以看一场电影，下午1点，好不好？嗯，好，打勾勾。嗯嗯，不用，他会打勾勾了，他已经会了，他刚刚这一段他就自己演好了，我们两个就这样说，就是有一种白忙帮他宣传到的，有有有，而且他后来终于会在那边打勾勾，哎，我本来以为他出来就在那边给我装傻这样子，一个人来装，对啊，他自己这样就可以，那我们就是白忙一场的感觉。那你对着，等一下嘛，那你对着镜头唱《听见下雨的声音》好了，然后我们先结束这，先用女友视角啊，我知道，哎，拍他，我懂了。哦，签书会你会唱歌吗，宝贝？唱啊唱啊，可以唱。你看这里啦，我唱哦，宝贝，我会唱。我现在就先唱一首给你听。宝贝，你唱一句就好了啦，宝贝。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好，剩下的就是签书会，我们再唱。啊，宝贝好棒哦，宝贝用女友视角唱这句话给我们那个唱这首歌，哎。嗯，宝贝，再讲一下那个今天晚上吃什么。宝贝，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你想吃什么？好多声音哦，你有听到一个想吃你的声音吗？嗯嗯，想吃你。那我先去洗澡。哇，你好大方哦。好，那我们啊，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要去吃，嗯，对，你先不好意思，好好好，对。所以结束了是不是？哎，没有啊，就第一趴而已。还有一个？有啊，还有一个啊，因为那个比较强大。对啊，刚刚等一下那个应该就不可能是像刚刚这个这么客气的。好，他必须要藏镜，所以不能偷拍他。OK， 咻咻咻，自己就那个摄影机位置，快点咻咻。所以男友视角是这一台？嗯，不知道他给你什么视角，也许他给你一个外星人视角。他不知道， okay. 他这人太强大了，我不知道他等一下会给你什么问题。就是还不知道，啊，这一台吗？还是这一台？这一台啊，哦，这一台。我把麦克风交给他哦。好的。他是外国人，他是维纳斯。庆月，我想去吃饭饭，赶快带我去。嗯，宝贝，你肚子饿了？对，都快7点了。你想要吃什么？你决定就好。我决定哦，那我们吃牛排好不好？不要。那吃卤肉饭？不要。麦当劳？不要。你怎么那么任性？那你到底想要吃什么？因为我想吃的是你。这么直接啊？嗯。那晚一点好不好？因为我可以先要先洗澡，是不是？对，然后我可以做一点暖身运动，先去健身。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节目是在6:45的时候带给大家这么惊悚的一些内容。哎，你先那个，不好意思，不要拍他，不要拍他。天哪，太可怕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哎，我们刚刚转错频道，你应该是到别的网站上去了。现在回到安安大明星这个现场。啊，你也是蛮大方的，所以哦，晚一点可以吃你的意思。对。哦，通常比较习惯晚一点才吃，是这个意思。哎，你很会哎！我有吗？有啊，你就是遇强则强那种状态啊。是。然后刚刚这一段应该会成为今天就是大家，就有点兴奋的一个内容。好，谢谢。那这里面有哪一个？你刚看了，你觉得怎么样吗？就是突然间因为太惊悚，所以我就没有那个整个就是突然受到了一点点的刺激这样子。Okay. 那这里面有哪一张照片是符合刚刚那个情境的？就是宝贝，我洗澡哦，然后嗯哈。这样子哦哈，嗯哼，这样子啊哈哈哈哈哼哈，对，哼哼哈嘿呵呵哈，对，大概是这样感觉，哎，创起这样的感觉吗？是不是？你不要这个是啊？没有啊，也没有要不要这个的问题啊，就你都这是一个大的跨越，就是上面就有了，对啊。哎，你这个练很久吗？你为了拍这个，就是特别去健身，一直都有在练，然后为了写真书有特别的在加强。是说一句真心话，就你衣服穿着还真看不出来，你脱掉是这样哎、欸。因为有些、哦对啊、没有之前你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之前拍独家保镖的时候也是啊。对啊，没有就很好笑，因为那个时候就本来就有在健身，是，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脱，结果后来就说要我脱衣服，对，我就说那个我就跟监制说。我有在健身哦，我演的是一个宅男，可是我有在健身，我脱我会不会线条太明显？他们都说没关系，你脱这样，然后我就脱了，然后后来就变成一个有在健身的宅男。对啊，为什么宅男是谁规定宅男身材一定要不好？我穿衣看起来其实很瘦。对啊，所以真的看不出来，你还挺有两下子的。没有啦，就
持续的一直有在健身，还是这边是三角先生帮你处理的？没有，没有。三角先生就在，你看啊、哦，三角先生说啊，我会跟你讲，就在那个，你都拉一下是不是，对啊，拉一下就好了。后面都有这个，都有背景都看得出来。那你健身就比较会去强调哪一个区块？我一定是肩膀、胸跟背啊，主要的。因为其实我很薄，所以我这块跟后面我一定要练好。其实想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哦，这样有点明白，就是你把身材练好了，然后穿起衣服来，其实挺有型的，也非常好看，笔挺，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很有衣架子的气势。可是又不会有些人真的练到很大只，其实说句真心话，就是有点 too much 那种感觉。所以你的健身哲学是有特别要。死命的，没有吧？我就是觉得自己到一个程度，我觉得我看了觉得 OK 了，我不会练到真的像比如阿诺啊那种，不是那种的。所以你也没有向往这样，还是说因为到不了那个境界，所以？我觉得到不了，是因为这个意思，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就比起捡红领来说，你就是比较不是，就是我要澄清一下，因为可能有健身的人看到。听到这句话会很不开心啊、哦？真的吗？对，因为很多人健身都会说什么哦，我不想练的跟阿诺，我不想练，可是根本其实不可能到达那个境界。我只是说我并不是追求那样子的。我懂，没有没有，就大家做一件事情，到达那样境界是很困难的。我知道啊，那你怎么可能？就是他一定也要靠很多就是食物啊，然后很多的毅力。我觉得就那已经又是一个超越一种境界的境界，那是一个境界。但是我只是说哦，你健身其实，在某些状态当中是让人觉得其实是。好看的美型的，对，是我觉得是身体好看舒服的。然后真的就是还是穿起衣服，哦，好瘦哦，就是还是会有人这样。就穿起衣服，我觉得就是精壮就好了。精壮没有这种感觉啊。哦，对不起，我会再练壮一点。没有关系，我们也没有要你这样。我的意思是说，那为什么好瘦这两个字会让你成为一个心里头的纠结？因为我以前比我现在还要瘦十几公斤。然后那个时候拼命在增胖，我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增胖吗？对，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那为什么突然这样想啊？觉得镜头上不够帅？因为真的太瘦了，反正就不好看了，太瘦了。不会啦。然后很多人一直说你很瘦，很瘦，很瘦。那你要像嘉大哥这样吗？这样很可爱啊！嘉大，拜托，这样小孩很有安全感，对吗？对，真的还不错哎。是，感觉上来说，今天那个看到你在书里面也是有万种风情，万种风情是。那你刚到底刚刚你看了，你觉得？说真的啦，其实你刚刚你的正装啊，那个西装成套那个真的是蛮帅的，是不是？我很喜欢那些照片。然后因为你的这个你在那个写真书里面的穿衣风格真的比较日系啊，跟我们现在可能比较熟悉感受上的那个状态比较没有很相似。听到没有？所以觉得很特别，然后你穿起白毛衣的这一些衣服是不是也很好看？有，你穿白毛衣牛仔裤的这整个造型很阳光。没有穿衣服的其实也 OK， 就是你穿牛仔裤光着上身的这些也不会让人有一些太过于欲望的遐想，但是是舒服的，就觉得是很健康。那其实有些时候这种照片，我们应该要。感受上呢，就是你在展现的是一种美感嘛。如果只是一种要刻意的撩啊，或是什么的那样的画面，其实就失去了当时可能有一些你拍照的时候，希望能够达到更多，更多人可能愿意来那个平心静气接受的状态。对，因为我当初在计划拍这本写真书，然后我们这本写真书的理念就是，它是呈现一个完完全全真实的我。有，我们没有刻意去做出任何的，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要撩啊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不撩而撩是撩至最高境界，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事情。虽然你说你没有在撩，但你每一个镜头都在撩。我刚刚说你没有撩，只是。这样的意思，你自己说没有，那我就不开心了。我觉得你怎么可能没有？没有的人怎么会做出这种表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这件事要叫大家学习一种状态，就你越客气的时候，其实有这种那能量还蛮强大的，能量还蛮强大。有啊有啊有啊，这是在你身上我一直感受到的事情。那所以也希望清月，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其实自己很用心的
付出的任何一件事情，其实可以更大方的跟大家做很多的分享，根本就不用客气啊，就叫大家去买你的书嘛。真的真的，我真的，因为这本书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重要对，而且出道到现在算是一个个人的对很真实的代表作，个人很真实的代表作，然后。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拥有它，而且我真的觉得是用心制作，很用心制作的，对对对，就是拍摄过程也简单，但是它简单当中也得到很多那种生活上面的某种学习。其实很多人不知怎么拍照，买这样的一本写真书回去，哦，你也许可以从里面去做一些学习或是模仿。艺人不就是这样子吗？什么东西？学人学你的 pose 啊。选你的表情啊，都很可爱啊。我说大家，哦，大家平常不知道怎么拍照的时候，哦，那不就这样？不然你想要叫谁选？你心里有叫简红岭吗？简红岭啊，音乐说你有没有买他的书？你有没有好好的学？简红岭的写真书就跟你又不一样啊。哦，他的他又是另外一种风貌的感觉，那你就有走出一种你属于自己带点文青味的那种阳光气息，又有一点小颓废，是，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应该是小慵懒而不颓废啦，应该这样，你不颓废，但有点小慵懒。小慵懒，对，然后又有点傲娇中带着一点亲切，亲切当中带了一点娇羞，娇羞里面又带了一点霸气、大概就是你的每张照片里面呈现出来的一些五味杂陈。然后这本书你就知道叫他孙庆月，也没有特别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因为他就是孙庆月。也有想过一些名字啊，就想想就算了。其实对，第一本写真书就一定是要用孙庆月同名写真书。好开心哦！从此之后你有好多的照片可以一直更新你的 Instagram， 这也不用六天八天才更新一次。不行啊，你们我的照片才不会上传，你们一定要买。我知道，但是你又每天拿着，要不然这样买书的人不就不会啊？那不一样，你就每天拿一页自拍，咔嚓，然后就这样连续几天一直拍到那个。对，你说我只拍，当然了，你要帮自己宣传，你就是最好的宣传大使，一定要的。对啊，你的那个已经六天没有更新了。好，我今天回去马上跟写真书。他永远都只会在跟我做那个互动之后隔天更新，就像上次就是发布会之后。不然等一下我们就拍一张，然后我就放上去这样，永远都是上岸大门新的时候更新。对啊，你真的很容易在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促进那个，我们这就是一个网络上的节目，然后希望在那，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嘛，那希望有在这种地方你多多跟人家交流。哎，来人，哎。嘉乐哥，你的手机呢？他今天的自拍照，哎，嗨，嘉乐哥，嗨！你看节目已经进行到此刻，就是默默的，虽然就是很容易据点，但我们还是很用没有据点啊，我们一直都在进行啊。对，尤其你刚刚的那个视角，真的整个就是完全，你这是你要长进的啦，不然你要叫我拍哦，好，我先拍一张，啊，曝光了，大曝光，呀！先进入今天的自拍照。这么认真要拍啦？有，这样吗？呼呼，要拍，你要拍三张。好来，帮你访问一下这本书。哎，庆月呀，这本书怎么样 ？OK。啊，先生 ，OK， 先生，就是你现在就节目里，我哎，等下你主持，等下传给我吗？啊，传哦，好，等下再请嘉乐哥传给你，好吧？反正你都是这边的，这边都全办公室都你的朋友啊。好的，大家这个传来传去的。好了，认真的再跟大家推荐一下你这个作品，昨天才正式的出版，然后在那个实体书店可以贩售，然后这个慢慢的大家陆续从预购的状态当中也会那个得到你们这次买的庆月的这本写真书。是，然后庆月在这边这一次的那个预购里面也暗藏了一个小惊喜，他的那个。其实有签名海报里面有，还有很多的彩蛋。里面这本书里面，你是说书里面，我是说你另外附赠的啦，附赠的有，所以那些海报都夹在里面了，是不对？对。然后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巧思，所以我这本如果本来打开也可能是有小卖的。如果你好好看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巧思在里面。比方说，就像你刚刚讲的，有小麦在里面，这也是一个。这里面有小麦，我偷偷给你看，但你不给别人看。好好好，认真的哦，啊，好妙妙哦，哦喵。你以为你这样翻大家看不出来是在书的最后面吗？好烂哦，大家会你也动作做大一点，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很多，我刚刚就看到啦。对啊，很多一些小巧思啊。我懂啦。对，然后这本书真的，我们非常的用心在做这本书，然后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去买这本书。
然后可以。你有别的词吗？啊，你有一些别的推荐词吗？推荐词，这本书真的对我很重要。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真的是我的用心之作。希望这本书可以在你家的书架上成为你家书架其中之一的收藏。那这本书啊，其实它卖的也不是很贵，但它其实500块钱还是会有找。那你如果在网络上书店买的话，可能还有一些特别的折扣。但到实体书店去的话，你可以在那边小小选择一下，也许小麦就藏在里面。因为其实照片我们都是在日本拍摄的，嗯，然后本身其实照片就、没有穿鞋子哎，没有穿鞋子，对啊，哦，对，哇，你手指头也这么长哦，手指很长啊，你认真哎，弹钢琴哦，没有哎，啊，因为我手指很短啊，像小叮当一样，一定要再这样给主持人难看吗？对啊，大家感情那么好。然后这里面有孙清月的睡觉的照片，有孙清月睡醒的照片，有孙清月逛街的照片，还有刷牙的照片，还有刷牙的照片，还有刷牙的照片，刷不停的牙，刷牙一直在刷牙，一直在刷牙，脱衣服的照片，没有穿上衣的，没有穿裤子的，对，然后内裤很大件的，然后内裤跟上衣同款式的，然后还有穿西装的，是的，穿毛衣的。是的，一年四季，然后你就想回去，然后好把那个收藏下来。喜欢哪一张，不然把它剪下来，自己裱成一个框。不要剪了，这本书，啊对啊。啊，他喜欢了，你要买回去，你让他自由那个。好，那你如果不小心剪了一张起来，当成你自己桌上的小海报的时候，你就再去买一本完整。啊，对，这本书这么漂亮，就好。都漂亮啊，就是因为收藏，然后他各自有各自想要去派用在不同状况的时候。然后希望《庆月》这本书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会想得到，因为其实这本书就是代表我觉得如果你买回去就是拥有一个愉快的孙清月，是，然后可以有满满的收藏，至少这是清月出道到2017年的一段人生中很特别的记录，一个记录，然后作用这本书展开自己下一个新的里程碑，是的，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出道几年了，如果从Forever 2012年发片开始算的话，就是五年2017嘛，五年多了。哦，那以五年做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区块，每五年就给自己一个小记录好了。哇，那下一次五年哦，好，下一次可以挑战尺度大一点的。人哦，不要随便这个地方许承诺，到时候又被挖出来。对啊，然后这节目就今天就是在录影过程当中看到直播就看直播了，然后那个。刚好下班了，也可以到书店去绕一绕，开卷有益嘛，就是看到帅哥的照片也是生活当中一种很特别的享受。是的，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清月这个一个人来，他终于一个人来，然后我终于一个人来了，真的就是好朋友，然后总会希望说，哎，有单独可以跟你聊聊，然后让你真的很真心的去介绍自己的作品，我们非常开心，就是可以帮好朋友做这种推荐，谢谢，不客气。然后12月17号，12月17号，对，在最重要的大直美丽华下午1点钟，喜欢清月的粉丝，然后就一起来这里跟他近距离的互动，然后书现在都可以买得到。我相信当天就算你突然间就忘了带，现场应该也有在贩售，有，现在有在贩售，对，现在网络上也可以买，有有有，就你希望用各种方式收藏，当天有限签几本吗？现签有来都签啊，就是这个意思。对，對對對，一定都签。你要帮朋友代签也可以，然后就是当天孙清月就专属于你们。12月17号，12月17号，大家一起来玩。美丽华，对，带着我的写真书，下午一点，下午一点钟，对，那边应该，哎，是在那个摩天轮那边那个大广场哦，那边是摩天轮，腹地广大，所以欢迎大家把它挤满满。好，然后希望那天你可以在那边跟，你要不要来玩？哦，可以去玩，是不是？希望当天你们还可以听到他唱《听见下雨的声音》，不一定要这首歌、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刚刚明明，你看，我就跟你讲嘛，你刚刚明明就说可以去唱这首，然后现在又想我可以唱歌啊，但不一定要唱这首。你说你要从 Forever 要唱这个吗？未来属于你，我也可以唱别首啦、啊。我们可以唱一点抒情一点的。好啊，那就到时候来看看啊。庆月当天还会以歌会友，希望你们那天有一个全新的感受的孙庆月，陪着他一起迎向新的2018。创造下一个新的五年，好，五年一个小小的记录，非常开心你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收藏你，谢谢，谢谢建安哥、谢谢庆月今天带着那个写真书来，然后待会他还会去唱这个其他很多的通告，所以是满满的孙庆月，从今天开始在网路上随选一下就都会有，但是安安大明星今天在这个直播之后成为一个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回点，谢谢庆月今天来到现场，谢谢，祝你的写真书大卖，谢谢，祝你的签书会人山人海，好的，谢谢，谢谢清月，下次见，拜拜。